中山店不给留言，那我就来留你。金融东是干嘛？他喷小亮什么？就是明明讲好不要不万字效果，为什么还突然要？ユニバースからやってきた気楽なあーちゃん。カラミ TJ です。ヒューヒュー。我觉得金融东评价那边讲的太夸张了。たまたま運が悪かっただけだから。但是，他就上半场表现好，下半场表现烂的。他是没有好好看完整个事情顺序的，就出来。就他就把。就是对立的势力都想得很邪恶啦，这样他就归类统神方跟椅子方这样，然后小亮是椅子方，对啊，就一起骂。好，来邀我快点。小彪打了吗？小彪打。喂，小哥，你知道什么？就我等一下晚上会爆炸啊。有啊，我喝很多水啊。我刚尿尿了，我刚跑去尿尿。十个小时吧，打完十个小时过后，放第一波开炸。就大概凌晨的时候就对了。对啊，好好珍惜现在。好珍惜现在。对，我们讲。啊，这口出狂言呢、欸。炸！我爸打完了。我爸昨天打的，他今天就发高烧，全身关节痛，然后过敏症状加剧，然后他现在躺在床上很安，就躺在沙发上很安静的躺在那里，然后我妈还在打字嘲讽。他可以那个吗？他可以去上班吗？你爸可以去上班啊？啊，他在那个啊，他一直都在家里工作。哦。也不太一样，反正他不用去办公。你说那个比较像是独立办公室那种感觉，或者是自己是接案的人，可他不是，他就只是单纯可以在家里工作而已，他都有公司了。焦糖哥哥那么凶哦、那哥哥说他只打高端哦，他早就打完了，原来只他说气打 AZ 等重新预约哦、啊。我贴给你们看，先不谈那个啊，记得跟游戏说拜拜了。啊，拜拜，拜恩基亚纳。就算雷欧娜跟瑞空，我都不觉得你回家。都气打 AZ 啊，等重新预约啊，他讲的很好啊，很好啊。那他是民进党先来当这个形象大使的人啊。我跟你讲，人要投诚都是要提头来见。你有看过梁山伯吗？你要入帮会，你先在山脚下杀个二十个人头提上来。好了啦，杨志。
说我今天不要跟茶哥打龙了。恐れ、敬仰的玩家有下场。靠腰啊！私は宇宙の新しい支配者にして、全人類への復讐を。哎，你不要恼羞过去啊！女神の中の女神、人呼んでスペースイシュタル。なのですが、何ここ？作戦室？おかしくありませんか？私、なぜあなたの召喚に応じているのでしょう？僕。你今天都会抽到垃圾角色。你又怎么啦？好悲啊，这样就中杀神，真的蛮远的。哇，好，要称为男子汉，要称为小阿芳。我坚持艾希的清流，绝不出破克人。你也只能出 AD 啦，这场。好了啦，海豹。好了啦，太高兴了，都不长嘴。你这场出 AD AP 啊？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嗯。你出完他们的 AP 伤害了。哦。有啦 ，AD 的会有一些是 AD 伤害，都是宝主要是出 AP 啊。好了啦，海豹。但是我觉得。有点犹豫，我可能觉得把它圣殿比较好。圣殿是吧？我主动开吗？我主动开吗？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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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我需要你帮我把所有冲过来的人挡下。哦。许愿。不挡一下才会过。先打枪，你们会当天直接少一个人吗？不是，现在最麻烦就是又有星朵啦，你知道吗？他会一直 poke， 就很麻烦。但你开我们也不会赢啊。是。难啊！现在塔龙跟那个跟塔龙跟卡克的伤害，现在就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收了掉，马上收到他们的输出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塔龙的选择是不好的。也许他可以行，但是天赋选择，天赋选择就好了。嗯，我怕他买的是什么残暴之力呀、啊？他买的残暴之力，我没有动过。对，白痴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塔龙是可以信的哦、喔。他有好好在玩游戏。你招先呢？我想说我们两个不要站，不要他直接招先。哎呀！不行，我不能屈服。不能屈服。
哇！被猜到。我操！那塔罗打法也是来回拉扯，来回拉扯，然后一有空隙就打上去。我刚先死了，我看得很仔细。你下次可以没有空看他吗？算我求你。对，刚刚那个那怪我，他们全部都砸在我脸上，我直接被控到死。他显示我可以动的时间只有0.02，我就蒸发了。靠北。哦。有没有塔龙还在秀，玩得真的好。出一张 AP 装吗？要猜到。怎么了？你猜啊？